我自己是没有下睫毛的人，然后我眉毛前面也是比较稀疏的，所以你那一根是护睫毛的。这一根是睫毛针长印，因为它在 model 界还有一些造型师，他们真的是人手一支，这支很有名啊。对，这支非常有名。然后其实可以近看啦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眉毛前面它其实也有一束一束的长出来了，然后我的下睫毛现在是比较细，但是它也都长出来，因为我之前是毫无下睫毛的。对，但我现在其实在试，就是女生有时候绑头发的时候会有点空洞，这边我在看它可不可以让头发也长出来。不行，不可能，不行吗？真的不是一样的毛囊哦？不一样的毛囊，因为他们负责的荷尔蒙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生头发的千万不要去碰到眉毛，你的眉毛会掉光。眉毛跟睫毛是雄性荷尔蒙负责，眉毛跟睫毛是雄性，所以男生的眉毛比较浓。对哦，但如果你的雄性荷尔蒙太多，头发会掉。会掉。对对，那是真正的知识。这样子哦，是雄性跟雌性不一样。知识，尝试，大家就了了。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给他心呢？来，一二三。啊，好酷！不会吧？你真的很软弱。但是不是？还是你要看他很容易心啊。心软，没有，我有心软，我有理由，我有理由，因为我觉得至少它是增长液嘛，长的是自己的睫毛，对，总比有些女生是带假的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骗男生。那长出来是真的，你是自己真的睫毛，就不算在骗人。真呐，那边有一个都在戴，完了，现在外面女生全部都是。我是说哦，就是不懂事的女生的时候，因为老师钟馗都怕他。我有感觉一道剑啊，真的，那火热的眼神。我想这个民主社会啦，各种意见都有啦，对，但是你们还是算多数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位毛小姐呢，一颗心都没有，老师要赶快抢救她了。好，其实薛玲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薛玲她本身条件非常好，是哦，她的皮肤很好，然后双眼皮也漂亮，其实她睫毛也是现在流行的韩系睫毛，因为韩式的睫毛不夸张。反而是有空隙，但强调长度。其实现在大韩国人都在讨论哦，就是全娜拉其实她天生就有所谓的卧蚕小狗眼。对，卧蚕小狗眼。那要有卧蚕小狗眼，以前我们会教日式卧蚕的画法，可那样子看起来，有些人眼睛下面不笑的时候会黑黑的一条，他们拍特写很难。所以我现在要教大家，就是这一块它是。去除眼下浮肿跟哦，真的耶！你看细纹，你看它有擦跟没擦。看，我就这样轻轻的划。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会这么夸张啊？它算保养品，它就是眼部妆前。然后呢，你在上眼妆的时候也不会卡纹。你看，我就这样子轻轻的划，轻轻的划，你会看到它这一块有没有？哇，怎么那么明显啊？是不是再来遮黑眼圈的时候，记得如果你要做无辜卧蚕的小狗眼的话，遮黑眼圈不要把它遮到你的下睫毛根部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只要先用橘色的，在以往我们说眼袋的这个地方上遮瑕膏，先用橘色调色，然后呢再用一般的肤色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它现在有一点点笑的时候，原本的这一块卧蚕下方留下来的黑眼圈变成了卧蚕阴影。真的耶。对，变成卧蚕阴影。然后接下来这什么什么什么，它是遮瑕液。但它很特别的是，它是史上第一支金属棒遮瑕液。为什么？你看它的头只有一根金属棒，没有海绵头，没有毛刷。它这个其实要拿来做什么？有些时候你拿来点你的斑，点你的痘痘。可是我现在发现它拿来又做哪里很好用，你知道？好，往上看一下哦，我点在这里两点，然后呢，我用一个小刷子。老师，它那只有一个颜色，还是有很多种颜色？它很多颜色。那这样选是要选浅一点的吗？应该看每一个人肤色吧。你会看到我把这个遮瑕的白的位置都强化在这个地方。当这个地方是浅色的时候，两端变得比较深一点点，眼睛会自然垂下来。对耶，而且我觉得他的眼神，整个黑眼珠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一样，奇怪。你看，来。你看那个 monitor 好多啊，没画的那个好像就是很累，就是很累哈。对，这个动作很重要。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秘密武器，为什么眼神？还有秘密武器？这个秘密武器，呀，
我好爱这一支，这是水光打亮棒哦，它可以用在你任何想要看起来水水亮亮的地方。刷在往上看，刚才遮瑕膏做过的地方，再叠一层亮亮的，对，油油亮亮的。因为一般用金钻的话，看起来会有一颗一颗的亮痕，太假。但是我在它的睫毛根部刷上一层水光，哦，好细腻，就像你说，像婴儿的眼皮，对，像婴儿的眼皮。接下来呢？用这样子你手边能够有的这种非常自然，类似像我们之前提到了那一个孙艺珍那种很自然的粉肤色，你看像这样子的盘，嗯，这我也很喜欢。对，这个颜色最近韩剧的女主角的妆几乎都是这样，都很干净，都以为没化，就没想到，对，好细哦，对。接下来哦，哎，全娜拉只会有内眼线，那眼尾会画出来吗？有，老师有，好像有一点点就好了。你那个眼睛出去一定一堆男生被你迷，真的哎，威力老师这不一样哈，他两边的不一样人哎，就是内眼线加进去就好了，内眼线加进去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纤长型的睫毛膏，这支睫毛膏啊，它可以把你的睫毛越刷越长。嗯，哦，不会结果，根根分明。对，我喜欢这种根根分明的。那它一边就是这样子，很像那个电视，就那个腔调了，有没有？而且像不像十七岁的吴秀儿？像啊！用妆前膏跟遮瑕笔画出卧蚕小狗眼，再用内眼线跟纤长型睫毛膏加强眼神，看起来无辜又解铃。